there's no place I'd rather be.请小豪帮我们介绍钓虾场的环境。来，我们这边欢迎兔兔来到我们林口达乐钓虾场啊，因为现在钓虾场哦，我们已经颠覆比以往的钓虾场来的舒适，因为现在的生活环境哦，我觉得已经会影响到现在，很多大大小小的朋友哦，他喜欢来到环境的舒适来休闲。那现在我们钓虾场拥有的设施啊，它有投影机，然后呢还有冷气。然后还有干净的环境，还有舒适的哦，里面的空气，还有里面的洒水喷雾啊。因为基本上我们开了冷气哦，我们都一定会去宣导，我们里面强调要禁烟。那如果要吸烟的客人，那我们请到户外区啊，这我们都会加强宣导。那再来呢，我们钓虾场不只是单单的这些设备哦，那还有非常好的哦，非常好的厨房哦，我们可以办桌，像我们有一二楼。我们楼上可以办桌哦，有订桌菜。那基本上公司行号啊，或是团体，如果想要钓虾聚会，我们可以提早预订。那我们楼上也可以办桌，或是吃热炒哦，唱歌 KTV。那我们里面的 KTV 的歌啊，也都是非常新。所以现在钓虾场的环境已经比之前的钓虾场哦，已经好非常多了，已经适合我们团体、家人还有聚会。哦，大家可以一起来参与，因为现在台湾钓虾市场已经非常的盛大。那感谢我们今天兔兔来到达乐钓虾场，哎，谢谢，嗨。好，我们谢谢小豪。大家好，今天来到林口的达乐钓虾场。一般的钓虾场分为公虾池、母虾池、大公虾池，因为场地的大小不一样，虾型的大小也不太一样。我们专为了钓友设计三种不同类型的虾竿。第一款的虾竿是颜容一代的，它是六尺润七尺的，还有七尺润八尺的，有两种不同的虾竿。它是专为钓母虾池设计的，它的钓性为37-28，接近28。第二款的紫盐，它是六尺润七尺的，它是专为钓公虾池设计的，它的钓性为28钓。最后一款颜容呢，颜容二。它是5尺、6尺、7尺三润，它是适合钓大公虾池设计的，它的钓性为19钓，欢迎各位钓友来试试看 HR 系列的虾竿。新推出了一款情侣虾竿，分为 King 跟 Queen。 这款竿身呢，导入了最新结构 Net V 触工法，并采用了 SNBC 高密度碳纤维素材，所以竿身是强硬又轻巧。这款虾竿它都是用固定的配重，那它的握把地方是用皇冠的设计。那 King 呢，它的调性为19调，Queen 的调性为28调，这两只的竿子都是三润的，6尺、7尺、8尺，欢迎各位钓友来渔拓门市选购。HR 今年开发的颜容无线
四卦分为这三组，母线四卦跟母线四卦赤海老沟加母线四卦虾王沟，它分为六尺跟七尺。那有沟子的部分差别在于颜色的不一样，那它都是用双色，它的母线都是用双色尼龙线手工精心制作而成的，那它搭配 O 型环专用快速别针使用的。接下来是这一款岩绒的虾王钩，我们所有的岩绒系列的饰挂都是用岩绒虾王钩的钩子，采用高碳钢制造的虾王钩，细轴的钩身和尖力的钩尖，以碳纤线手工绑制，此设计可以让虾子轻易的上钩，而且不易脱钩，欢迎各位钓友来试试看哦。接下来我们要来量水深，那水深这部分呢，我们先从比较短，我们从比较短的钩子这边测量，然后量水深棒就是这样。我们水深棒用完以后呢，我们现在来用两颗挡豆来方便我们看水深，我把这两颗挡豆放到上面，然后我们可以测量我们水深了。我们的水深已经量好了以后呢，我们就可以插上我们的浮标。那为了确定说我们是不是有把我们水深量到正确的吃水线白色这个地方，我们把它浮标丢下去。线跟浮标要呈现那个缺口要呈现45度角，就是代表说 OK。全部都已经准备好了，我们可以来选择我们的饵料。那饵料有分成香料、香饵跟腥饵，也有肠子的。那我们现在来使用虾速工的饵料，用香料来试试看。我们正常在钓虾的时候，我们会加在饵料上面沾一点沾粉，因为这样子的聚虾效果会比较好一点。那我们沾粉撒上去饵料以后呢，我们就把它捏一捏，让它粘黏力更强，粘在我的饵料上面。好，这时候用好以后呢，剪米粒大小的，剪完以后呢，再用沾粉，再让它不沾手，这样子勾，要让它勾尖。露出来，这样子。那我们现在可以开始做钓了。To fight, don't you know we have to stay alive? Lord God, it's like a jungle out there. Jah by my side, so me nah show no fear. Mr. Bossman always want me kiss. Monday to Friday, stuck in the rat race. Weekend, weekend, I got